很多因为前一阵在那个非洲拍戏嘛，然后也没有食物，所以每天只能去市场买菜，然后自己来烧饭。然后做了这4个月下来，现在还算是比较娴熟吧。最喜欢的东北菜杀猪菜。拿手菜现在就是做羊肉啊、牛肉啊比较拿手。咖喱牛肉，肉连续吃1年，那也不行，消化不好。一脸心疼，然后我把你搂在怀里，捏菜。拿一个，我吃是两回，有点急。拿呀！我怎么拿？用手拿。这是什么？不然呢？这是什么？太饱吗？来陆宝，来干杯。黄菊怎么越来越二了？我操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太猛了。锅存是吧？没有。来这边，把这边。先放这儿，先帮你。没有番茄酱吗？不好意思，他可能没有送。没有薯条，应该就不会有番茄酱。汉堡是谁的？这是什么？猪肉是的。这个、你食量比较大。我还好。黄景月吃重，16个都没有动啊！你傻吧你！你说我不动，好了好了，爱谁。这个有杯子，你们要喝了就自己倒。哎呦我操，烫死我了！好金鱼。你喝吧，拿杯子。我告诉这个，没有水这里边。这可能啊，好，你们赶紧上来。快点上来，赶紧。等会让我上个什么？我可能好像伤骨头，伤骨头，骨头你就吐地上来。他们袋子里不有袋子吗？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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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哎，周周，哎，这个是，怎么了？还想喂你怎么着？好，来，宝贝，张嘴。我有乙肝，谁告诉你的？副班长说，体检结果下来了，我的肝功出现异常，初步怀疑是乙肝。甭听他瞎扯啊！数他刷的没谱，还蹭着身边凉的。没谱人是你吧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肯定有肝病，你丫还跟我用一双筷子一个碗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酷寒，你至于我做这个份上吗？不是至不至于的事，是你压根儿不可能有这毛病，知道吗？我有，我说我有我就有。你有啊，你有，好不好？那你今儿啊，你仨一块儿招我，怎么能招上怎么来？你傻逼，对我傻逼，我就让你看看傻逼能看出来的事，你看不出来，啊？你不是觉得自个儿有病吗？我今儿就给你治治。云子，好。